我是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的主持人叶伟峰，平时我都做开饮食节目嘅，我哋有一档好出名嘅栏目叫美食特工，基本上一播出嘅时候通街大家都会睇，因为事关我哋就介绍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揾好正嘅美食啦。今次其实嚟到多伦多啦，亦都系因为加拿大咧，亦都啱啱成为呢个中国嘅叫做可以攞到旅游签证嘅一个国家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中国人哇向来好中意到处玩嘅，我好希望通过今次嘅机会将多伦多呢度以及系周边嘅包括 Markham 啦，其他城市都好啦嘅啲所有嘅饮食。有啲咩地方好食啦，有啲乜嘢地方正嘅，要返去推介俾我哋啲游客睇。咁大家睇完之后呢，自然就会过嚟呢边话喺知道应该食啲乜嘢啦。咁兼且呢，我哋都有一个好大嘅收获呢，因为我自己都去到美加各个地方去做过啲飲食节目，我先发现原来多伦多呢係最好，可以讲我自己觉得喺美加地方呢係可以讲係做飲食做得最正嘅一样嘢嚟。无论係价钱又平啦，味道又正宗啦，甚至乎呢由于材料好，可以食到一啲呢比家乡更加正嘅味道嘅。呢样嘢我一定会翻到去家乡会推荐给所有的朋友知，以后来多人多记得要在这里逗留多点时间吃多些正东西。广东电视台下属有成十几个频道咁多啦，咁我哋呢档节目所在嘅频道呢就叫做珠江频道。咁珠江频道呢整个广东省地区影响力第一 number one 嘅一个电视台，亦都係收视率最高嘅一个频道嚟嘅。咁其实喺呢一边呢亦都可以睇到我自己嘅节目嘅。我有一档节目呢专门喺北美地区播出嘅，叫今日广东。咁另外我哋电视台亦都会有好多元化节目啦，包括飲食节目啦，亦都包括娱乐节目啦，一啲比赛嘅节目啦，体育节目等等等等，包罗万有。是一家好综合的电视台来的。